来，咱接着过来盘这只比特，哪个是公的，大娘？这个。这不这都两个都是公。啊，对。这个颜色稍微深一点。啊，这个颜色深一点。我再滴露一下我。对。你看还漂亮吗？哎，果然不嫌疼。看漂亮吗？下架，最后两个了。啊。最后两个了，下架。最后两个了。啊，天他妈冷，要下雪。嗯，给要900。哎呀，最后了。那天都是600，你咋又900了？600，那没有那个价。我的个天嘞！你这越卖越贵，越卖越贵。你这羊成年的，你卖个好几万了。你实在的，你那天几佛佛600？哪早我早没给佛600了。你看，了吧？我没听错一点，我记得你，你就戴眼镜。不是，你卖那个了。你那天听见了吗？还是600吧？你卖那个了，俺没有。你要这个就这个了，我给你把850。我不要。你这脑子歪了，你这放好的都是600，你咋又变成涨钱了？你不。你要是这样，你不是你这是涨钱话都没啥意思了。我跟你说，你那天仅说600，我今天想500给你拿走。没有，我没房子。哎呦，那你要这样，我那又不能卖你狗了。那你他的卡斯罗我知道，我见过好几回了。那卡斯罗，嗯。一回家，啊，一个整的，1000块钱，还是1000块钱呗，啊，1000块钱给他，你看这1000块钱还拿不了呀？你那多活，你看你这多活，你看你这看着说，你看我想拿找个，能找一火车皮，啊，那火皮的还给他这个，火皮的是不好找，最后一回家800块钱，我还帮你烧的，8块钱因为卖不了，卖不了，你的这个你实在吧，你那天紧要600。哎呦，那也，那行，那今天多少钱？今天啊，我给你说吧，你这老租户了，我都是卖800、750啊。你要这一个，你要想拿700块钱有吗？我不要，700不要，我有记准那天那个价了，那天你不是600。那就绝对是你。哎呦，你咋？我卖给他们的都是卖750、800。你是这样，你给我500。不卖。550。不卖。俺没那个价啊，600能600不卖，我给你吧，你想再说。哎，我都不想啥了。你那天人说600，你咋又已经涨钱了？你有你那天你来跟前了吗？你来跟前了吗？100块钱你那不挣600来着？不卖，我跟你说，你挣了600行吧？600不卖，不卖，俺没那个价。600行，不卖，不卖，行。哎呦，我娘嘞，那难发话嘞。不是，我都卖750、800的，你知道不？啊，行吗？不行，哎呦，我娘嘞，还不行，600，你给我，哎呦，这楼道还站起来了。哎，这我自了，你自己拽一下尾巴，是那个狗吧？你看俺这鼻子，你看看是不？你看漂亮不？你看看，你这卡斯罗也拽一下来，你卡斯罗也拽一下。卡斯罗没尾巴，是。你看这个耳朵也不嫌疼，你撒开。你看俺这干脆不？哟。你看看漂亮吗？这鼻子我跟你说，就是可厉害了，这鼻子，对不？战神鼻子，战神鼻子。你看漂亮吗？大娘，600块钱。不卖。600块钱。不卖。你给人家都骗你了。你想要？我跟你说，我一口价最低价650，你能拿走拿不能拿走吧？我不拿了，我就给你600，大娘，你给我原价行不？给我吧，就是，我又不是说我帮你卖，天那么冷，我来帮你卖狗来，知道不？我知道，天那么冷，我都卖700、750了。天那么冷，我来帮你卖够，你别700，你卖给人家800、900那更好，你卖给我得实在的，对吧？行，600，我拿走，这样丢了走了。多帅气这个，多帅气，咱还是这样拿吧，这个比特啥事没有了哈。走，咱现在去发货去。老太太有点变卦了，她卖给人家，早上我看她卖给人家是有个750，一个700卖的，她就想过多要了。哎，一会儿给她送钱去啊。给我转个笼子。哎呦，今天有多少条狗？苏州的是吧？啊，我好像是苏州的。你找个笼子，啊，这不笼在那边了，那个是放金毛，回来拿个金毛去。哎，该送驱虫药的去送驱虫药哈。你看今天那小狗狗哈，1234567891011，
九个，十，哦，今天十几条狗了哈，我得，你们关注一下，我下午接着去一个恶霸的犬舍盘一条 EW 以上的恶霸，关注一下，关注一下哈。